按转折，右手盘，右手盘，这个耳朵要大一点，不能像写左耳的那么小。这个手也可以用垂柳手，也可以用行李手。悬铃手也可以，垂柳手也可以。所以这个耳朵相对里面空间也大，这个外形也要大。横还是向右上方斜，到这边转弯的时候要自然，然后这个方向往右下方，然后轻轻顿一下，调上去。竖要垂直向下，不要步子。点靠近竖中线，注意这个口不要写太宽，应该在这个横画包围之下，给上面这个横转横对齐就可以了。这个横要左边要长，右边这几个点都要是基本上在一条线上就可以了。耳朵盘在右边的时候要大，稍微偏下一点。这边错位，这边也有错位，上面错位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横向上斜，这个往左下方斜，这个是往右下方斜的方向。这个竖也可以用垂柳竖，也可以用悬铃竖。口的外形上宽下窄到梯形，口的宽度基本上跟上面的短横一样，这个点要靠右，左边长右边短，这两个点倒八字形，一个小矮一点，一个大。